很改呢，找一下子，等我一下，我在清后台。应该好，我们到酒店刚吃完东西来着，但是我发现我的床头的光好像还不错，虽然我现在妆淡的很，但是好像看你还好。晚上好，回广州啦，我还没回家呢，想着这两天回一回。谢谢送了一个玫瑰花，谢谢清水送了一个奶茶。嗯，对，还是画了点眼影。好不容易呀，我没有想到，就是刚去成都，可能才几个月，几个月对吧？因为一开始是去重庆嘛，后面才去的成都，然后待了一小会儿就回来了。谢谢 ZINI 送的一个荧光海，Thank you。我今天很呆呢，我今天是 看起来就很呆。哎呦，放掉。哎，我觉得我短发应该也还不错，这样看起来的话。哼，今天太困了，就是稍微有点精力都在跟你们说话。这里有 WiFi 吗，小鹿？那个，我的天呐，不然我这没有 WiFi 可以使用。过去了42天，哎呦，时间过得好快呀、啊！我们也快出道1周年啦。我不笨。看一看，他有个酒店，但是密码是什么呢？电话在你那边吗？什么电？没有，这没有电话。哦，我说问一哪天的 call？就是16号那天吗？还是哪天呀？八个八，是的。哦，不是素颜，但是差不多吧。没有，画了眉毛，画了一点点消肿的眼影，画了 BB 霜。哼哼，多谢男仔送嘅一个荧光海，多谢，谢谢，桑迪科德送的一个奶茶。我们，哎呀，就那样呗。电话在这儿，看到了。苏西，哎，我不想问猜了，就。让他问，我和小鹿去，我们什么都没怎么带，哎呀，着就是收拾的好慌张，刘海也没有夹，然后就是邋邋遢遢的就出门了，但是太累了，就是我们昨天很晚才回去吃饭什么。嗯，好呗。你，但是我们今天才见过。哎呦，很快的，很快的，我们很快就回来了，在。
回来了。谢谢便便送那个荧光海，谢谢。但是我觉得我也很怪，就是我离开成都之后，我也开始想成都，哎，人好像就是这样子，就是离开一个熟悉或者是刚熟悉的地方，然后就会开始想念一些不在的地方，但是有想念的人或者事情或者东西。没啊，我们住酒店呢，没有中心，哪有那么多三个队也没有中心给我们住的。也还好了，也没有那么着急回家。我家人倒是挺急，但是我急不来，我东西也很多，然后工作什么也得看完才能回去呀。分离焦虑，为什么？一。我还好，我太乐观了，就是我老觉得可能过段时间就回去了，就是很快又可以见面了，只要够忙就会忘记时间到底有多长了，就那样。希望你们也是，就是教你们个好方法，就是如果说你有一个很重要，你会令你很开心的日子，会发生在你后面将来的哪一天，然后你就在那一天之前都非常认真投入的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你会发现时间就会过得很快，然后你就离你想要的那一天，会让你开心，你期待的事情那天就会更近一点。这是我上课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的。他说这样子就是也不会觉得太辛苦太累，这样反而会好一些些。就那样。谢谢肖先生的欧宝送的一个荧光海，谢谢阿茶的巧克力。是的，所以还是学了蛮多东西的嘞，很忙。我在这里也会觉得时间过很快，因为经常会有很多的事情，然后要忙的事情，然后就不知不觉就出道一年了，不知不觉就来到成都两个月，然后就要走了。啊，我没有教学，不是老师。怪的嘞，只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人类嘛，就大部分时间都是比较无聊，都是比较不那么积极，都是比较就是需要你花时间去换一些物质，或者是花时间去学东西，学习有时候也会比较枯燥嘛，所以就是如反正你都知道很无聊，那你还不如就是全身心投入进去，让这个时间过得快一点，也会更有效率一些些。情感电台没有情感。小鹿，你问了吗？还是那个电话用不了？用不了。头疼。主要是我们变动好大，就是我以为我们会待很久呢，然后跟我们说要巡演，然后要去总选，然后又要就是去重庆，然后再回成都，就是安排的明明白白，但是就是总感觉每个地方都感觉漂泊，偏僻嘛，没有，在中心附近，不是很偏僻。哦，那个马在哪？看看，等我一下。水壶，哦，看到了。
下呢。把你们放好，然后结果出门太急，我东西都没有拿，然后就还只能再买不用了，不用。然后今天，其实今天送机也很好玩，虽然就是一直在延，就是航班一直在延迟嘛，但是因为大家在送机，然后陪着我们，就是好玩了很多，变得不无聊起来了。我没有网去连这个 WiFi， 我的关机。有一点难评。好吧。今天晚上只可以纯聊天局了，就这样吧。闪光什么闪光，对，然后还笑死我，还吃到了双份的飞机餐呢，谁懂啊。就是老是有人怕我吃不饱，把他那份都给我吃了，但是我又觉得不能浪费食物，然后我就把它吃掉了。2个小时，哦，对啊，他们就一直在我周围待着，然后陪我聊天呢。有时候我也很困，然后我就是不说话，但他们也还是会在旁边默默陪着。看起来吃很少，我吃很多，但是我吃饭。看胃口吧，其实也可以只吃那些，但是不喜欢浪费食物。飞机餐吗？还好了，我不挑食。我觉得那种公务餐都很好吃的，除了我们的盒饭的那种，我觉得那种商务餐都蛮好吃的。太瘦了，才不！我看了那些上镜什么的，还不是很。最近有点长胖了，都有一点点。除了盒饭，还真的很难吃。是，它的肉盆不新鲜，然后就是煮的柴柴的，就不好吃。哎，就那样吧。什么意思？弄不懂了。谢谢他卡送的一个荧光海，谢送的1、2、3、4，谢你送的4个荧光海，谢谢。我没有带卷发棒，我就很乱，你就凑合看一下吧。好嘞，其实还好，只是今天，就是没有做什么，一直在飞机，然后一直在路上，然后就还好，已经累的那几天已经过完了，就有种在恢复的感觉，现在还好，因为一直在睡觉什么的，就那样。好，我知道了。但也想跟你们说会儿话嘛，说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说到一点点，说到一点多一点点吧。只是我不习惯没有音乐啊。
钟继文的世界里面，就是我就算没有事情做，我喜欢放着电视，或者是放着一些，就是电视剧、音乐，就是让自己跟着这个节奏在做我自己的事情那样子。哎呦，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会这么奔波，倒是，就是我没有想到会，就是那么长时间，就是刚到了新的环境，熟悉了，刚熟悉了也没有多久吧，然后又跑，又开始跑了，就是成都团的大家的行程都非常的，就是很多呀。这样吗？接下来都很累。对呀，然后总选完应该会有巡演 ，TOP 16的巡演，哦，不是那个新人的巡演，那个应该也要排吧。第一眼，那是什么？刷刷脸，好呗。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安排在总选之前来广州，我以为会，但是后面好像是因为新人奖励，所以才安排在广州的，对吧？晚上好，答谢，八月应该会很忙。哦，还有答谢是吧？我不知道呢，我还是第一次过，但是就是光是拉票，然后巡演应该累的是就是行程比较赶吧，如果没有太多新舞台的话就是还好，应该也拉人气，我也就是新人奖也要巡。对啊，新人奖是巡演奖励，广八乘八互换，我也觉得有一点点就读，但是也蛮好的吧。应该有很多广州的、成都的粉丝想看广八的前辈们。谢谢何初寻送的一个九分，谢谢。晚上好，晚上好。好乖，我这个样子，我就是不能说很可爱，但是也不能说好呆呀，就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发现我淡妆跟浓妆真的还蛮不太一样的。好，我知道了。哎呦，但是我还是很想跳抱抱，就是我想再来一遍。有机会的话，想有那种三个人的抱抱，就给我再找两朵花，跟我一块跳这个。对啊，而且我也没有在广州跳过，来广州就是跳巡演，但是也没有别的舞台了呀，这个就。抱抱没有全身不好评，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一开始切进蛮好的，不是从腿开始切。我看了一下子，三个瓜一起，不好吧，好怪啊，家人们，很怪。我就想要三个花的那个舞台，主要是这次抱抱是因为助演他只能是最多三个人嘛，我就要分两个给不眠之夜，所以这个只能就是好像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想要有主演的话。抓听抓。对呀、谢谢贝贝送的荧光，嗨，谢谢 C2 也没有那么多瓜， C2大家印象中的瓜，我想想，其实我觉得
我们 C2 瓜花蛮分明的，讲真的。我觉得 C2 那个韩思威肯定是啊，然后就是夏莹，然后郭兆元其实我觉得他蛮适合走瓜风，但是他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梳双马尾，这让我产生了一点点的小困惑。就是他瓜，他今天机场也很瓜，就是帅帅哒。秋秋，其实我觉得他其实也是偏瓜一点点的。小鹿也可以，其实他也可以，他也是那种可瓜可花的人。你看，我现在叔叔都有四个了，其实我觉得马可月他也可以走瓜风来着。五个了，我想还有谁呀、啊？应该五个了还不够吗？何林燕子，我觉得他其实也可以走，就是走瓜来着，就是试试看，可以。对啊，张芷昕，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吧，但是他长相就是像小孩儿，就是他不能用瓜花去区分他，去划分他这种感觉。张芷昕。丹丹就是花呀，丹丹太花了，他哪瓜了都一点都不。仔细想，大家都可以瓜。我想想，好问题，我想想。不行啊，我觉得那个谁亚兰不行，亚兰他只能是花呀。明天有工作？有啊，明天要去弄头发，毛毛躁躁的，就是我们烫染很多，总是头发跟草一样。对啊，周姐不行啊，周周也不行，对吧？我其实我也没有很行，我只能装一装。中中自己培养一个瓜，我怎么培养？我去 ，thank you， 发掘一个。但是讲真，我觉得 G2 的菜菜就很瓜，他很适合，应该说就是他做瓜时，我更能 get 到他的偶像舞台魅力来着。不能说不行，就是中中的瓜非常的虚弱，看起来，非常没有太多的吸引力呀、啊。把轩轩培养成，我之前才看到一个，就是他给我分享一个帖子什么东西，他说轩轩什么时候能黑化当瓜呀？G2 好像没有我们整体高，但是菜菜比我高。菜菜看好他，我觉得菜菜是一个未来的就是慢慢会发展起来的一个金瓜种子。金瓜种子。听起来像不可梦。等一下，我看看，虚瓜，小鹿，哎呀，但是就是说，我们两个都是可瓜可，没有啦，就是两个女孩子比较，其实有时候也很甜呀，主要是对吧？我觉得甜妹是很难当瓜的，主要是，就是完全甜妹的话。戴那个，对啊，他就
所以我说你很可爱，我就说，我说不能强制让别人当瓜。强制爱瓜。专属金瓜，你们这很饿，没有专属啊，没有，那一，小孩的黑话，对，我是瓜农，我是瓜农，别太离谱，我只是。我只是就是观察大家就是这样而已。瓜，他是小孩儿，他瓜什么？他可可爱爱的就好了。他哪儿了？他其实很纯呀，他很清纯，没有瓜的感觉。水仙，我自己的吗？可是我该怎么让你们看到我自己跟自己的水仙呢？培养学习，嗯，那不得被宰掉？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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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不理，不理，除非他自己想啊！我是说，谢谢小鱼仔的一个奶茶。甜瓜也，我觉得甜瓜不太有感觉，要那种，拍自己的哦。想来想去，还是我们宋老师最安全的。不知道喽，那希望他有机会当我的瓜吧。好喽，好怪，怎么今晚上聊的话题，怪死了。为什么要你当我的瓜？我没有瓜，你来当瓜。什么？你来当瓜。我来当瓜，我研究一下，也不是不行，但是我是装的，我不是真的，我虚的很。就是我可能就是会比你跟周周赌拍档会更离谱一些那种感觉。哪里离谱了？当年也是真的瓜。什么意思？当年，哎呦，我第一次知道你就是因为那个视频，就是因为他跟周周的那个对家拍档。对呀、啊，我就不行，我一说话就大家就觉得很好笑了。我要是当瓜的话，做不了，做不来。被推啊！我当瓜被撩，我被谁撩呀？我，你们觉得谁能当我的花呢？再来一个问题，周周。现在已经开始兴奋了，就他会撩的。And 哎，但是我挺想让丹丹就是做花来着。CKG。不能这样说。SKG 都是小孩，对啊，小孩不能参与这个，所以这个话题不能聊轩轩，也不能聊小孩的人。花园舞曲，不呀，我想要当花，然后找很多个瓜。日夜宴。耶，他清冷小花一朵哎，瓜园舞曲，不好吗？给我配周姐、小鹿和轩轩，有点怪，这个搭配虽然不是不行，但是有点怪。
是啊，我就是，我说了，我 MC 上面我都是，我是，我要当金花。前辈跳过一花几瓜，所以我想，周姐的瓜啊，不，我觉得不太合适，有点浪费她了，她很会牛，非常的，对呀，你看。你看，不能逼花做瓜的，但性格不行啊，怂的来。瓜员工，再说嘛，万一又有新人来了，我又可以找多几个后辈出演我的。瓜圆舞曲，不是挺好的？Team T，哦，对啊，你看 Team T，我让一整个 Team T 给我画瓜圆舞曲，这不香吗？对，在线等梯队。哎，被看出来了，就是这样想的。Team T 大瓜也很好奇啊，我真的很好奇 Team T 会是怎么样子的。但是他们应该会选一个比较帅的公演吧？瓜苗子，再挑了。T 队全是甜妹，应该不会吧？太多了，不然撞型撞得离谱。CKG 跟 G2 甜妹已经很多啦，应该不会再有这么多的吧？除非他偶像魅力就在那儿，就是。夜店特风，我的妈呀，好难想象，唉。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他们会是怎么样？可能真的有一整对甜妹，说不定，毕竟瓜不都是从甜妹开始的吗？他们都是，就是刚出道，大家都会被要求是可爱的那种感觉。两 T 双 C，自己培养。自己培养一个出来，你们难道说前辈们都是这样子的吗？还是什么？好懂，才没有，真的吗？他们都，我只知道周诗雨跟王毅前辈是。就是他们不是同一期生，但是他们是慢慢培养起来的，培养起来的伟大的友谊。CKG 排队和我拍照，呵，对，因为我穿那个礼服裙很漂亮，所以就这样。我非常羡慕他们能拥有如此纯净美好的感情。是的，很好呀。我觉得那种就是没办法去替代的这种羁绊感，就是对于留在这里的人来说，其实很重要来着。鼓掌，菜 菜。什么菜菜子前辈？菜菜子是哪个菜菜子？是我们 G2 的那个菜菜吗？对啊，我知道好多，就是现在在走瓜风格的前辈，以前是甜妹，
わかった。あ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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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们的伟大友谊也非常的令我就是深深的感动到并且非常的喜欢看。我爱看而且也非常的赞同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对。我也争点。这个不是啊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不是我说有就有的。这个不能说你只是看样子他们很搭他们就一定是那样。不不不但这些都是需要什么呢需要缘分需要一些特定的机缘巧合需要一些事件的发生然后产生羁绊然后双方彼此互动有回应然后你来我往然后你追我赶然后两个人主动才会有故事啊是这样的吧哎呀友谊也是这样的一定要有回应才行不能是一个人的我来写我不写我只是观察嘛对吧哎呀看好我和小鹿那就看谁我也不知道不一定吧友情线一直都是啊你们磕的点到底在哪儿等一下我想知道一下子我也觉得不组 CP 就不会 BE 挺好的哎呦所以我说顺其自然嘛就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羁绊也是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只有一小段有的人就是可能一段一段一节一节但是中间可能会空很多有的人就是会一直就是相互陪伴在一起的自动磕我们俩站一起很安心什么呢啊是的呢，很感谢他非常的照顾，是这样子。好，知道了，知道了。路过，他一直都是。我发现了就是我跟谁就是谁当我的瓜你们都蛮开心的好像只要中间当花了你们好像就蛮开心的他在吃东西刚刚他先直播嘛然后他刚刚他直播说我在吃东西百科全书哎呦那这样好吧那我要是一直没有很固定的人呢也没关系吗有互动好吧中偶尔什么意思啊好呗
百度，可是这是个梗吗？还是一个什么？我不是河里面的词吗？还是什么？跟谁合作的？好，嗯，好呢，好呢，我知道了。哎呀，明年再说，明年再说，又不是非得，又不是非得，只是我觉得后面他如果还有一些别的公演的话，我感觉我大概率还是会有一些双人曲的合作，只是我不知道下一次是公司安排人，还是我自己选人，所以不是非常的清楚呢。雷总，不知道他如果想，他如果也想要的话，我当然很愿意。没有开始计划，就是今天在机场的时候聊到了这个嘛，然后就说了一下。明天再说吧。刻的怪怪的。好了，我要下播了。再说啦，真的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的。谢谢谢谢老子送的一个高级马卡龙，谢谢。哎呦，非常艰苦啊！本来我觉得我们到成都已经够艰苦的，就是比较的家徒四壁。好吧，刚装完柜子，然后开始搬行李了，行李还没搬完，然后结果又开始奔波，然后又进入到了一个，就是你刚刚堆积起来的一个小窝，你像是小松鼠一样堆积出来的那个小窝，开始往那个小窝里面存一些小松子了。然后刚开始存，刚开始就是。平稳，暂时平稳了的时候，你发现那棵树被砍了，你又要再重新开始。啊，就这种感觉，好可怜呢。真的在流浪。不是，伪素颜。没怎么画，但是有画眉毛跟眼影，但是就一点点，主要是这儿，口口。谢谢边边送的一个荧光海。好了，我要下播了，家人们，那个我的翻牌最近爆了，然后我要都回你们翻牌来。就是大家翻牌聊天吧，拜拜拜拜，啊，对不起，拜拜，我下了，真的下了，拜拜。